近到前面了。风超强啊！哦，你看那个旁边那个安全线有没有？像波浪一样。哎，哇塞！哎，今天的风有点乱呢，哈。郑玉文了，许丁旺了 ，MATY 动材了，合成量产卓志了，大家早哈，今天礼拜一了哈，哦，你看这个，这个风太强了，哈哈，哎，飞不回来呢。这个太倒退路了哦，糟糕，飞不太回来。今天吹东风哦，哈，这个飞机飞不太回来，你要换一台上去哈。还好今天那个吊车没有在这边哦，不然就麻烦了。好，飞到靠海的时候哈，越往中间河道中间去风越大，哦，所以今天现在先暂时飞边边就好了。飞机不听控制啊，哈，它那个瞬间的强阵风哈，非常强。你看，我现在飞机没有动，有没有哈？啊，飞不回来呢，往前飞不动啊，吹下去看看，哎呦，最强的挡柱吹下去哈，稍微可以维持一下。今天这个风哦，萧萧哈，还是他刻意要叫我们先来看管理中心就对了。哇，欸，第一次飞这一台，那个镜头会偏，被风吹到偏向哦。这个要是迷你兔来，大概没办法飞哦。降低高度看看，哇，今天这个风实在太太太过俏皮了哈，
刚刚飞出去还没发现呢，林俊荣了。可能要飞低一点看看。只是想去看一下钢索穿的如何，对不对哈？不想让我去看钢索怎么样呢？难怪我刚刚看那个飞机往上飞的时候哈，翘头翘得很厉害。好，终于千辛万苦哈、飞到这边来了哈、飞低一点哈、穿索的工作应该还在进行当中了哈、还在穿哈、待会我们再换另外一只上去高一点的地方看哦。那现在在做那个钢索哦。要拉上去的那个锁头哈、不过看这个钢索的这一大把，这个应该差不多快好了哈、01380鸟，黄人江人安鸟。你好，今天礼拜一，我们。礼拜天都来了，对不对？礼拜一当然也不能哇偷懒了哈、哦。现在风是往那边吹，所以我不敢飞太靠近哈、平常的话，哇，飞靠近还不怕哈、今天这个太靠近，这风一扫的话，过去就撞到了哈。现在在做那个钢索的锁头哈、准备要拉钢索上去啊。待会再来看一下那个今天风速多少哈、这个看这个样子，今天风速应该超过60哈、叶静文要。你看，嘿，飞机一直往那边飞呢，我还是飞低一点飞回来好了哈、我现在是用那个 Super 那一档在飞哈、飞不动了。哎呦，还好那个刚刚从那边沿边线飞过去的时候哈、那个吊车还没有举起来，现在吊车举起来哈。我刚刚要闪，如果刚刚吊车出来哈，我要闪那个吊车就很困难了。来换，还是回来换一台飞机好了哈。
你看那个飞机哦，OK， 换一台，换一台，这没法多了哈、哦。这台动没掉哈、哦。这个风实在太强了，受伤了。要不然就我们等一下看看风会不会小一点。太狂了齁、哦。所以我们早一点出来齁、哦、不是没有道理齁、哦。早一点出来的时候风没有那么大。啊现在这个齁、哦、八九点起风之后这个风就会变很强。飞出去到现在，哦，电力还有52%哦，已经在外面哦，没办法失衡了哈、哦。好，我们这一节哈、哦，先暂时先这样，待会换一台飞出去好了哈、哦。不好意思啊哈、哦，围棋美女呢？王雪玲呀。哦，这一台不够力哦。